就要上个厕所吗？啊，去吧，等一下啊，我把红豆都放在那里了。咱们这样子。等一下啊，从这边门，从这，哎，顶顶这样，顶顶，有一个办法，从这个门这里面这样打开。好了，哦，好，红豆都在那尿了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豆豆，好好点。顶顶要像你这样就好了。顶顶进来刚才都没理红豆的，好像。跟狗多接触。对啊，这样它能吃。一会儿告诉顶顶，跟他怎么说，说好几遍他都不往心里去。嗯，他现在正好也是耳旁风骚，一人嫌人烦时候，因为一般四到八，好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孩正是讨狗嫌，讨狗嫌，就连狗都讨厌他，估计红豆豆也讨厌他呢。